师傅，那水果还挺新鲜。那是，这都是早上刚从园子摘的，而且还便宜。橘子甜吗？甜，您尝一个。谢谢。我来点橘子，再来点梨。好嘞。老板，哎，先生你好，这些全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来的。对啊，就买来送你的。不用了，我男朋友会送给我的。情况不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没事。尝一个。哎呀，这女孩子长得漂亮啊，总是有人喜欢多看几眼。小陈的妈妈呀，过去可漂亮了，在校念书的时候啊，人家就叫她校花。是的，外婆，不是说我，是对周深辰说不好的话了。我不希望别人说他不好，一句都听不得。哦，为了这个呀？这新婚夫妻啊，感情就是好，看自己媳妇儿怎么看也看不腻啊。啊。爱情。